scream, my blood is overfilled. It's not over the routes. I've been the black. Goals inside my dreams, you call for to reach me. Set me in direction, love me in temptation. Drop me into lesson, feeding on me. It's feeding on me.不知道我们这个乐团，我们叫做我是吉他少女。谢谢。然后，对，还是有一些虚荣心的需求，虚荣心的需求。不是，我只是在自言自语，没有。反正，会哦，这边是要跟大家说，可以就是来 follow 一下我们，并且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年底或是明年初会出一张 EP。然后，我是吉他少女，刚主持人有提到是一个实验波普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为期五个 EP， 所以我们做完五张 EP 之后，我们就会开散，就解散。但是，谁都不知道第五张 EP 做什么时候嘛？搞不好我们70岁有没有？所以，但是也搞不好明年了，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这太快，不要，很累。啊，对不起，反正我是在说，就是我们没办法知道，就是因为音乐就是一定要有那个vibe 是对的，那个气氛是对的，那我们才有办法去把彼此的那个频率找到，然后不要吵架，然后专心聆听彼此的声音，然后找到一个我们可以一起发出声音的方法。对，就是这样。然后下一首歌是 Average。